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班长异想世界朋友，大家好！班长新主意带你想持续好。今天在人行町靠近霓虹八旗附近，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舞动，还有天妇罗，超厉害，而且平价美食。然后现在东京大概是气温是5度左右，蛮干燥的，蛮舒服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厉害的乌洞长怎样。走，好吃的乌洞到了，听说就是这里厉害的乌洞。好，我们进来看看。没多久啊，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排超长的。我们已经点了一个海鲜天妇罗的互动。现在的时间是11:30左右，但是你班长后面全部站满一排在等待的。前面这个就是在自面的师傅啊，然后就是客人现点到他现做。前面的师傅制好面之后呢，就交给后面的师傅，然后现穿烫。开始了，会听到切面的声音，非常规律，然后配合着身体的移动，啊，真的是完美的像一首诗啊。然后这个乌冬啊，真的就是现擀面、现切，然后呢现穿烫，穿烫完之后再泡冰水，让它瞬间变 Q， 这就是乌冬的秘诀啦。这个是我在吗？是的。班长点的乌龙面来了，这是海鲜天妇罗，然后下面是乌龙面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满满的海鲜？旁边这一碗就是蘸酱，可以用天妇罗蘸，也可以用面去蘸它。一袋八斤吗？然后开动。哇，这面感觉很 Q 哎！先来一个天妇罗海鲜看看。哦，真的是美味。好，要求何解？这加工地的，我能加工地啦。班长挤一点柠檬在天妇罗海鲜上面，然后再沾酱起来吃吃看，应该蛮香的。
这个应该是干贝，天妇罗的干贝，好吃的哦，好吃到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太美味了。它这个乌冬是现做的，现做就是面团用面粉现擀。这只是鳗鱼，天妇罗鳗鱼。如果有到东京来旅游的朋友呢，班长这样推到本桥人形町的这一间站起乌龙面，乌龙面它的面都是现做、现擀、现切、现煮。班长非常推这间乌龙，非常的 Q， 然后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。班长新竹一带您觅食去，好，班长今天觅食呢就分享。